哎，不知道这又有什么古怪。靖哥哥，我们又要打一架了。不要啊，我还是过去好好跟他问路，希望他能放我们过去就是了。嗯，走。哎呀，这位前辈，你这是在耕田吗？耕新。耕新。新田，懂吗？ 晚辈就不懂了，不过晚辈有急事要上山拜见尊师，还望前辈能指出一条明路，好让晚辈上山才是啊。哎，好，要见我师傅。是啊，好啊。靖哥哥，前辈怎么会这样啊？靖哥哥，山小子，说，找我师傅什么事儿？那也得先把他放下来啊。是不是找我师傅治病啊？是啊。我早就看出来了，听我一言相劝，怎么上来的，你们怎么下去，否则会白白的丢了一条小命。我快撑不住了。好吧。 如果前辈那么坚决的话，我们就不勉强了。但是我这儿有一封信，是家师洪七公让我转交给尊师的，希望你能相待。哦，原来姑娘是九指神丐的弟子。哎，那么说这位小哥也是洪老前辈门下的高徒了？啊，是啊，难怪平地了得呀。前辈，如果说起蛮力的话，他倒是有一把，但说起功夫的话，他当然比不上家父还有洪七公。 请问令尊是谁呀？我听家父说，20年前在华山绝顶的时候，他曾经和你师傅一决高下。哦，还有我忘了告诉你，家父说他随后就到，现在可能已经在山脚下了。蓉儿，我快挡不住了。爹。哎呀！哎呦！走。前辈。 蓉儿，你没事吧？我们还是快走吧。好吧，咱们走。子曰：“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人不知而不温，不亦君子乎？”子曰。 君子食无求饱，君无求安。敏于事，蓉儿，而甚。什么人会跑到这儿来读书呢？当然是余桥根读的多，他也是段王爷的弟子。可谓好学也已。有子曰：“礼之用，和为贵。” 先王之道，晚辈求见尊师，相凡大叔引荐。小大由之有所不行，知和而何？晚辈求见尊师，相凡大叔引荐。不可行也。暮春者，春如既成。蓉儿，怎么办啊？观者五六人，童子六七人，欲乎沂，风乎无雨，咏而归。 子曰：“《论语》纵然读了千遍，却不明夫子的微言大义，也是枉然。”啊？什么微言大义啊？倒要请教。请问孔门弟子共有几人？哈哈，这有何难呢？孔门弟子3000，达者72人。72人中有老有少，请问观者几人，少年几人？ 《论语》中未曾提起，《经传》中亦无记载呀。刚才我明明听你读到“观者五六人，童子六七人”，五六得30，成年的是30人，六七四十二，少年是42人，两者相加不多不少是72人。哈哈哈哈哈！小姑娘果然是满腹诗书，佩服，佩服。
我说你不明夫子的微言大义，一点都没有错。像你这样学而不思，真是可惜。既然二位是来见我师父的，好，我出道题来考考你们。如果答得出，我就引你们去见我师父；如果答不出，那就只好请二位从原路回去了。大叔，靖哥哥，好啊。风摆棕榈，千手扶摇折叠扇。双雕荷叶，独角鬼带逍遥津。妙极妙极，不但对仗工整，而且敏捷之至啊！还有一联，对过此联方能上山。哈，哈哟，哈呀，哟，琴瑟琵琶八大王一般头面。这一联本来极难，我也对不出。不过，咱们有言在先，小姑娘既然对不出，那就只好请二位从原路回去了。蓉儿，靖哥哥，魑魅魍魉四小鬼各自渡城。好，好，在下拜服。蓉儿，二位请吧。多谢大叔。蓉儿，我们走。这边请。二位稍后带我去禀告家师。且慢，那位耕田的大叔在山坡上手托大石，托不得身呢。我看你还是先去救他吧。你，哎呀，靖哥哥。你现在可以拆开那个黄色锦囊了。哦，对了，你不说我差点都忘了。啊，你看，英姑的字写的不错啊，怎么这幅画像小孩画的？你说这幅画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你都不知道，我当然更看不出来了。二位施主来此有何贵干？我们是来求见段皇爷的，相烦通报一下。段皇爷早已不在尘世了，为两位空走一趟，且等用了素斋，带小僧恭送下山。师父且慢，弟子郭靖黄蓉求见，烦请您告诉尊师，念在九指神丐与桃花岛故人之情，赐见一面。是啊，这张纸还请您交给尊师。好，请二位在此稍候。好啊，好啊。师父恭请二位施主，请。好，蓉儿，我们走。蓉儿，你还好吧？你看，请。弟子郭靖黄蓉叩见师伯。七兄收的好徒弟，
耀兄生的好女儿。看来你们的文才武功远远胜于我的猎徒啊。哎，可喜可贺，快快请起。哦，你爹爹和你师父他们好吗？都好。都好啊。想当初我和你爹爹在华山绝顶论剑比武的时候，他还尚未婚配，真想不到一别20年，他竟然生下了这么一个如花似玉的女儿。哎，你有兄弟姐妹吗？没有，我娘生下我之后就去世了。哎，我刚入定了3日3夜，刚刚回来。哎，你们早就来了吗？我们也是刚刚到，要不是在路上几位叔叔多方照顾的话，恐怕早就到了。蓉儿，别这么说话。他们呢，就怕我见外人。其实呢，你们哪是什么外人呢？小姑娘一张利口，果然是家学渊源。哎，段王爷早已不在尘世了，我的法号叫一灯。哦，蓉儿，一灯大师，我求求你快救救他性命吧。他是怎么受伤的？你们又是怎么找到这儿的？他是被裘千仞的铁砂掌所伤，后来是一个叫英姑的女人指点我们来找大师治病的。英姑？怎么说，这幅画是英姑给你们的？是啊。是你亲眼见他所画吗？哦，他拿纸和笔的时候是背向我们的，我只看到笔动，没有看见他画。对啊。蓉儿。哦，大师，除了这幅画之外，他还给了我们两个锦囊呢，请大师过目。耀兄是书画名家，你家学渊源，必懂鉴赏。你看看有什么不同？这两幅是普通的玉版纸，可是画着这幅画的纸却是旧剪纸，这种纸是很少见的。嗯，我对书画是外行，你看看他的功力怎么样？师伯还说您是书画的外行，其实你早就知道这幅画不是英姑所画。啊，哎，果然不是出自于他的手笔啊。我只是凭事实推断，并非是从画中看出来的。这幅画一定是一个男人所画，而且他对书画毫无素养，他笔力沉重，直透纸背，而且墨色也非常陈旧。我觉得这画应该比我的年龄还大。蓉儿，你可真聪明啊！把那本《大庄严论经》拿来。是，师父。瞧，这两种纸质是一样的。可是，纸质一样又说明什么问题呢？这部书是我师弟从西域给我带回来的。这幅画也是用西域的纸张所画。你们知道西域白驼山吗？西渡欧阳锋。不错，哼，正是欧阳锋所画。这位欧阳居士真是处心积虑，想得倒真远呢。蓉儿，如果这幅画是欧阳锋所画的话，那他一定是不怀好意的。一部九阴真经，他看得这么重。这幅画又跟九阴真经有什么关系呢？蓉儿，蓉儿，蓉儿，这事以后再说，咱们现在救人要紧。来，这边。啊，蓉儿，师父，带弟子给这位姑娘医治。就凭你们的功力，能医得好吗？弟子勉力一试。哎，人命关天，岂容一试啊！师父，这二人受奸人之使来此，绝无善意。师父虽然慈悲为怀，
也不能中了奸人的毒计呀。哎，我平时是怎么教导你们的？啊，快下去吧，不要让客人心中不安呢。啊，你守在门口，不许任何人打扰，包括我的弟子。好，如果他们要硬闯，你就跟他们动武好了，这关系到你师妹的性命啊。多谢大师。蓉儿，那我去了。全身放松，无论身体出现任何痛痒异常，切不可运气抵御。那就当我自己死了吧。好聪明的女孩啊。蓉儿，蓉儿，蓉儿，师傅，你好些了吗？师傅，师傅，你好些了吗？没事儿，孩子，你已经好了。真的？休息几日，不要乱走乱动，就没事儿。多谢大师，多谢大师。金哥哥，把九花玉露丸给大师。哦，九花玉露丸。大师，好啊。师傅，想当初。在华山论剑的时候，你爹爹就把这九花玉露丸给大家分食，果然是神效无比呀！快请大师服用吧。是吧，是吧，好，你就是把世上所有的灵丹妙药都搬来，也还不够啊！没。好，哎，休息几日下山去吧。嗯，来。哦，是是是，蓉儿。哦，对了，拜托你们一件事，你们这次上山来的事情不要对任何人谈起，嗯，就是你师父也不要讲啊。好，晚辈遵命就是。去吧。啊，师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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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蓉儿。师父，师父，你中毒了。大师，大师，孩子，这药是你爹亲手调制的吗？你们，我师父好心相救，你们竟然下毒害人！没有啊，这个药我跟蓉儿都吃过了，没有问题的。大师，我想起来了，在黑爪的时候，宁姑把这瓶药拿到隔壁，好久才还给我。对啊，没错。师父，师父，怎么会这样呢？孽障，孽障啊！是我命中该遭此一劫，师父，大师，我们真的不知道啊。不干你们的事，没关系，我就是中了毒，有你师叔在，他是疗毒的高手啊。没事儿，你们歇息去吧。师父，师父，去吧。大师，我们走啊，走，快走啊。走，歇息去吧。师傅，师傅，哦，师傅，师傅，师傅，哦，瞧，你们的师叔，是。
小王爷，六王爷来了，让你速去大厅相见。你要去见他？我。你说过要和我在一起，不再和金人勾结。现在你想要反悔？我既已和你成亲，又岂会反悔？他既然来了，我去见见就回来。六王爷驾临毕邦，真是蓬荜生辉啊！老夫这几日与小王爷相聚甚欢，小王爷呢，深谋远虑，也是一个少年英雄，果然是虎父无犬子啊！请，裘帮主威震两乡，是成名已久的老英雄，谬赞了，谬赞了！哎，惭愧，老夫无能，君山大会又被郭靖和黄蓉两个小贼坏了大事。我那个胞兄也是被这两个小贼害死的。我这次上山来，就是想和老英雄商议一下。还有一步棋，可以将这些贼首一鼓而尽。启禀六王爷，小王爷到。小王爷，你父王已经等你很久了。父王，康儿，你已经好久没回家了，怎么样，这厢可好吗？啊，好了好了，你在君山的事情，裘帮主已经跟我说了。你料敌如神，有心机有胆识，将来怎愁不成大事啊？哎，这帮贼首命不该绝，人算不如天算，这不能怪你。康儿，你千万不要心灰意懒，妄自菲薄呀。我这次来啊，是有大事相商。咱们大金国大军不日南下，现在又得了铁掌帮这样的大员，里应外合，两湖是唾手可得。以大金国的兵威，灭南朝并非难事。现在别看那蒙古人气焰嚣张，这些只会弯弓射雕的蛮子成不了什么大气候。现在我是大权在握，等我灭了南朝以后，必登大宝，到时候你就是皇太子。以你的心机和胆识，咱们共创一番大的事业，前途不可限量啊。爹，我不能。不能？为什么不能？我答应过穆姑娘。哈，你和穆姑娘的事情我也知道一些。我也知道你是一个情深意重的人。现在我也不想说什么男儿志在四方的话。
但是现在我只想告诉你一句话，康儿，有时候掌管一个国家比控制一个女人更容易一些，因为国家是看得见的一片土地。女人的心要是一变，那就什么都没了。当年我对你娘也是一样的情深意重，可18年的心血转眼成空。算了，不提他了。康儿，大丈夫立誓，岂可蹉跎一生？而今天下局势尽在你我父子手中。康儿，你现在不和爹爹携手，共创一番惊天大业，你还等什么？金贼！大灭！念慈，拿命来！为什么不让我杀他？我要跟他走。你忘了我们的誓言？我要跟他走，我也要跟你在一起。你知道，我是不会跟你回金国王府的。可我必须跟他回王府，我要干一番大事业。子，你去哪儿啊？阿弥陀佛，女施主，你总算醒了。师太，师太，师太，你一定要收下我，我要皈依佛门，你一定要收下我。女施主，你要三思而后行。我已经想得很清楚了，我除了出家，真的没有第二条路可走了。大千世界道路纵横，怎么会没有第二条路可走呢？女施主，你还是回去吧。可是师太，我真的很想出家。出家人四大皆空，可你眼中仍有泪痕，说明你
根系未断，红尘未了。如此一来，又怎么能出家呢？师太，我穆念慈决心已定，求你成全我。师太，女施主，如果你多有不便，在安内校住几日也无妨，先静养几天，仔细考虑考虑。到那个时候，如果真想出家，我会成全你。师太，你一定要帮我脱离苦海啊！回心转意未必不是一条出路啊！让我进去，让我进去！我要远远地离开那个人。为什么他偏偏又跑到这儿来？菩萨，你为什么老是捉弄我呢？今生的孽债乃前世所欠，你又怎么能怪菩萨呢？罪过呀，罪过！师太，我真的不能再见他了。你让他离开这儿，我不能再见他了。躲避不是办法，你还是去见见他吧。人生的苦恼总有了结的时候，出家就是我最好的了结办法。让我进去，让我进去啊！施主，请回吧，这里没有你要找的人。念慈，师太，你出来呀，念慈！你千万不能告诉他我在这儿。真是孽债呀！念慈，罪过，罪过！念慈，出来呀，念慈！施主，有什么事情慢慢说。师太，我想请问，这是不是有位叫穆念慈的姑娘来过？万事皆有根源，施主何必如此动怒呢？师太，念慈是我的妻子，我知道我让她心痛了，求师太让我见她一面吧。施主，快快请起。师太，你是出家人，若无成人之美之心，总该还有慈悲为怀之度吧？难道你就忍心看着我们俩相分离，一辈子痛苦吗？既然如此，我不得不告诉你，那位女施主说过，她不想见你。啊，师太，这里是安堂清净之地，你在这里多有不便，还是请回吧。那我就在这庵外住下，你一天不让我见她，我就一天不走。请进。施主，请用斋。啊，请留步。不知大师的病情怎么样了？弟子不太清楚。蓉儿，我看这个阴姑实在是够狠毒的。幸亏有大师的师弟在，他是个疗毒的圣手。大师的武功又那么高，应该不会有事的。只不过是我害了他中毒，心里过意不去。是啊。不过依我看呢，咱们的师父还有你爹爹欧阳锋、裘千仞，还有我周大哥，这五个人就算是武功再高，也未必抵得过一灯大师的。金哥哥，你说他们六个人当中谁的武功会是天下第一？我看各有各的造诣，实在难分高下。这一门功夫是这一位强些，那一门功夫呢又是那一位强些。那你要说文武全才、博学多能呢？嗯，那当然是要首推你爹爹了。这就奇怪了。什么？你想，一灯大师的武功那么高，余桥跟独四卫又非泛泛之辈，他们为什么要那么战战兢兢地躲在深山里面？为什么会听到有人来访就如大祸临头般的害怕？其实，在他们六个人当中，只有欧阳锋和裘千仞是他的对头。
但是我想他们俩也不会不顾自己的身份联手来对付一灯大师。蓉儿，就算是欧阳锋和裘千仞现在都来寻仇的话，现在也不用怕了。为什么？我看一灯大师给你治病的手法，我对九阴真经中本来不明白的地方现在又多了点领悟，我觉得我对那小丫头诡计多端，我先宰了她。尊师已不怪罪我们，你们也是亲耳所闻，不知现在为何？哼，我是慈悲为怀，甘愿舍命相救。可你，姑娘之上是我是舍命相救，难道你当真不知？舍命相救，我们真的不知道，还望大叔直言相告。姑娘受了极其厉害的内伤，需用一阳指和先天功两大神功，打通七经八脉、各大穴道，方能疗伤救命。自从全真教主重阳真人仙游，当今唯我师身兼一阳指和先天功两大神功，可这种功为人疗伤，本人却是元气大伤，五年之中内力尽失。此后五年之中，每日每夜均需勤修苦练，只要稍有差错，不但武功难复，而且轻则残废，重则丧命。我是如此待你，你怎么能丧尽天良，恩将仇报？这位大叔，我们当初来找大师治病的时候，并不知道他的这个举手之劳会耗费他五年的功力。是啊，九花玉露丸当中混入毒药，我和靖哥哥并不知道。再说大师对我恩重如山，我就是再没有心肝，也不会恩将仇报的。哼，为什么趁我师父功力极损，又中剧毒之计，引他人上山？没有啊，没有啊，还说没有？我师父一中毒，那山下就接到对头的玉环，难道天下竟有这等巧事？你们师父对头是谁？那玉环又是什么意思？还说呢，师兄。师父命四位师兄送客下山。是。大师既有对头上山，我们又岂能一走了之？并非晚辈不自量力，我是想先和四位师兄一起去打发了那个对头再说。我先谢过两位了。不过我师父说过，个人因果个人自了，旁人不得插手。这。靖哥哥，我们自己去找大师说话。好。大师，我们大师，您有什么对头要来为难的，就让我们替大师了断吧。大师，大师，让大家都进来吧，我有话要说。叩见师父。你们二位的好意老僧心领了，但这中间的因果老僧如果不说，会使很多人受到损伤。这并非是老僧的本意，你们知道老僧是什么人吗？您原来是云南大理国的皇帝，天南一地威名赫赫，谁人不晓？是啊。皇帝是假的，老僧是假的，威名赫赫更是假的，就连你这个小姑娘也是假的。哎，这件事情的因由说起来还是与华山论剑和争夺真经有关呢。记得那年是全真教主重阳真人得了真经，第二年他到大理来传我先天功的功夫。我记得他在我宫中住了半个月，这半个月中我们整日切磋武艺，
言谈甚是投合。只是他师弟周伯通这十几天中，心里闷得发慌，整日在宫中东游西逛。哎，终于惹出了一场事端呢。啊，周大哥。其实这真正的祸根，全在我自己呀。我整日练功，不近妇人，就连宫中的皇后也难得一见呢。众嫔妃见我整日练功，觉得好玩，就缠着我教他们一二。其中有个姓刘的贵妃，天资特别聪明，一教就会，一点就透啊。一天，刘贵妃正在宫中练武，却被周伯通、周师兄撞见了。那周师兄是第一好武之人，生性天真烂漫，不懂男女之防，见刘贵妃练得起劲儿，就上前过招，三下五除二就把她放在了地上。随即便问：“服还是不服？”真情真美，真如一池春水，风吹点点涟漪，感受细致入微。痴心无罪，付出没有不对，就算一生一世从此相依相随，不必在乎是谁，反转是是非非，把前尘作白纸，写上无怨无悔。伤悲，无论怎么样，一起来面对。